太阳现在诸事不顺，再给到陈文鼎，也要扣了，陈文鼎回来，最有爆炸性的一个演出。其实跟太阳交手三次，那其实对我们来说输了一场，赢了两场，但是这两场球其实都不是赢得太轻松了。上半场都其实都蛮顺风顺水，但是到下半场之后，其实他们的反扑真的带给我们真的很大的问题。那我觉得还有三场球吧，那回去之后再好好检讨一下。那就这样。哦吼吼，今天第二颗。Our defense was better and better going, but this offense need to do a little bit work and need to, how to say, more rebound, more box outs. But we, in the future, I think for the playoffs, we ready for that. And yeah, I try to help my team more, explain how they need to play and something like that. But it's very good when we win. And, expected the playoff was ready. 一进啊！赛季已经接近到三分之二的时候，那我们现在在第一名的位置还占蛮有优势，所以跟球员讲说，希望接下来是让多一点板凳球员有一点磨练的机会，那把全队的那个战力提升起来，迎接这个季后赛。不然如果都是主力在打的话，可能在季后赛可能是一个疲劳，一个是受伤，反而是对我们不好。那在中间前面主力球员是打得非常好，也把分数拉开。那板凳球员事实上在整个上去的节奏跟防守强度来讲还是不够。那今天也有刻意让伟汉稍作休息，让秉胜跟嘉豪这两位控球来做这个今天的比赛的主导，但事实上可能效果还没有那么好，那我们也希望继续让他们多加的努力。那还好，后面阿鼎在这个大房东房租收的很多，最后在几个关头的时候打了几个大火锅，所以让我们打这个战果能够留下来。那也希望我们所有球员能够让每一个球员上去的时候，这个化学效应都能够产生下去，以后的比赛会打得比较顺一点。